镇怎么封的？从哪里到哪里？它是从左耳上面一直开到往后脑，绕一圈绕到前面，所以它整个是头颅头盖骨有打开过。对，总共几针？是46针。哎，它总共46针。目前它的身体状况就是它目前平衡感还不是很好，然后它的左右眼都有分别有外斜视跟上斜视的问题。妈妈，你说他情绪有点不稳，是怎么样情绪不稳？他就是只要回想到他的伤，还有他现在外观变成这样，然后他想到他痛到痛，他的疼痛让他觉得，就是很不能接受，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？因为这段期间，他对我的情绪也是非常的恐怖。这开始只会对你，大概对妈妈会发脾气。他对别人的不敢发脾气，所以他只会对我发脾气。他可能会一直瞪我，为什么把他关在这边？他会一直瞪我。妈妈，你看到他这样子，你会很心疼。好好的孩子，我当然很心疼，真的，他的脾气我很怕，说我回家之后我会压不住。家属自从上次都没有跟你联络，都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对，因为会有很多人提醒我要赶快回去。对，因为他是说对方是有背景的，如果你日后还要长长久久的生活的话，最好赶快回去。那所以目前生活你还有要抱住三只的？当然了、啊、当然，对。所以你没有要回去？目前没有，而且目前对方也都没有跟我联络。